还是角色名字就叫张麻子好了。说起来，张麻子，你决定好加入什么社团了吗？可以用张麻子的语气念台词吗？不试试看参加社团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我过去常常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会愿意让自己被这个无忧无虑女孩说教，而且在她面前，我一点也硬不起来。没错，你可以加入我的社团，我打死也不可能加入你的社团。于母母，为什么吗？小叔今天连蛋糕都做好了。哎嘿嘿，好吧，看在小蛋糕的份上。哥，怎么有新的人啊？这样怎么配啊？白痴哦！真的假的？你带了个男生过来，太破坏气氛了吧？欢迎来到文学部。眼前这幅景象，我根本说不出话来。这社团全是超级可爱的女孩子。莫妮卡冲着我甜甜的笑着。好吧，那我决定了，我要加入文学部。女生们的眼神一个接一个亮了起来。太好了，我好高兴。张麻子期待你的表现哦。没有问题，交给张麻子就对了。剿匪大队长。不对，那个是另外一部，他自己就是马匪了。首先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期待过什么，所以你们对我的任何友好表示都是惊喜。你给我翻译翻译，什么是他妈的惊喜？所以我就找了本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的书，而且我们可以，一起讨论。Hurry 拿起左手，用拇指与食指拿住了书的左半边。但是这样拿书的话，我们比之前挤得更近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不是看书吗？要准备什么？翻页啊！抱歉，我刚走神了一下，没关系的。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的读完了第一章，即使不说话，每次翻页也都像是一次亲密交流。哼，你知道吗？某些人自从张麻子一出现，胸部就神奇大了一个罩杯。我靠！请问一下，我是天生神力吗？对之前发生的事，就是幽里和下树之间的事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？不。就是他妈的你出现之后才发生的啊，你不来就什么事都没了。你介意我们今天坐在地板上读书吗？诶，为什么？我的背会好受一些。你昨天晚上为什么背会受伤？只是我很容易背痛，所以得多小心一点。为什么会背痛呢？似乎是因为我的阅读姿势，对吧？啊，干屌姐一波，又把我茶杯递了过来。用闲着的手接过茶杯，现在姿势让我越来越难以专注了，因为现在我还要小心不要碰到 Yuri 的胸部。我将一块巧克力丢进嘴里，然后我拿起另一块。哎呦，他连看都没看这边，只是自然地张开了嘴，好像这是很正常的行为。我小心地将巧克力放进他嘴里。哦，吃哦！我能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触到了我的手指。哎，严肃的表情瞬间瓦解。我刚刚发现被张麻子摆了一道了，从有的话就是直接丢在地上了，好不好？还跟他说快点啊，三秒拿起来可以吃啊。尤里的视线并没有移开，我注意到他胸口随着呼吸的节奏一起一伏。又被打断了。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面对了非常困难的抉择，当这样情况发生时，别忘了保存游戏。白痴哦，跳脱出来了啦。但是今天莎士比在回家路上比往常还要更安静一些。假设有一天尤里提出要跟你一起回家，那我就会跟他一起回家。你给我滚！你会怎么做？拜拜拜拜拜拜拜。张麻子，你怎么了？你最近有注意到莎士比身上发生了什么吗？可能我有点过度解读了，不过他今天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，可能他只是很难跟感兴趣的人坦白。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是说他在他脑海里的那件事可能就是你，张麻子。在你加入社团后，他变快乐了很多。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要再杀对象了。嗨，张麻子，你有考虑过自己想给学员自己的表演提交什么吗？我要再想想。好的，不要有压力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敢肯定最后的结果都会很棒的。啊哈哈！莫妮卡怎么变成一个傻逼啊？为什么莫妮卡讲话会破音？谁讲话都会破音，好不好？我们决定一下每个人在这周末要做什么吧。下次会做些纸杯蛋糕，而我自己的话就在旁边啊，指挥你们。他妈的，当个键盘教练哦！原来是会去印制和装订所有的诗册，然后就尤里啊当花瓶。那你可以做些标语和装饰品来建立一下气氛。嗯，关于这点，我爱气氛。喂，突然变认真的表情，你会帮上大忙的尤里。现在只剩下你了，张麻子，我负责拉拢豪绅，敲税捐款。夏树和家里的任务都很重，帮他们中的一个都会大有帮助。即便你不知道怎么哄回，我也这边。我也有些脏火会给干，脏火是什么？接火车啊！好，决定了，早上去烘焙，下午去做装饰品，晚上找他啊！不能一次选三个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我去帮尤里，大概会最有用一些啊。对，刚忘记存档了。
那么我会在周日去你家，我想我们会是一支高产的队伍。产什么？我把尤里带到了我的房间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奇地环顾了我的房间，搞得我有些紧张。我带了一些用来放松的东西，他拿出了几支蜡烛和一个木质的圆柱形物体。我打算把窗户用黑纸盖上，然后用这些蜡烛来点亮房间。不过那个木质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是精油的扩散器。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了一把小刀，直接刺在我的肚子上。这不是一把普通小刀，这是强化过了加酒之后的小刀，看起来真棒。我对他锋利程度感到好奇，于是用食指感受了一下刀尖。哦，一小滴血顺着我的手指侧面滑落，啊啊！毫无征兆的尤里把手指放进他嘴里，并舔起了伤口，吓了一跳，本能把手收回去。哦哦，请原谅我。尤里一下头，脸红了起来。要是他在下午剩下的时间里都没办法恢复过来，那该怎么办？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拿起尤里的手，回舔了他死。抓小啦，现在我们扯平了。你真奇怪，张麻子。尤里害羞的笑起来，过会儿给你惊喜。又要给我惊喜？尤里俯身越过横幅去拿一直没有用过的画笔，但与此同时我也动了一下，导致我头撞上了他的头。尤里的脸和脖子上有几滴颜料，我冲去拿了一小块毛巾。我回到房间，跪坐了在他的面前。啊，哦哦哦，是啊，看一下全图啊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，感觉真的很好。他轻轻地呼吸着。有一部分透过了微微张开的嘴唇，气氛转瞬即逝。尤里收拾完包后，我送他出了门。谢谢你今天的招待。没招待了什么？你真体贴，张麻子，我有些喜欢你这一点。不过我还来得及回应。尤里突然退了出去。啊，跳啊，杀死你！刚刚我们没有，没关系的，张麻子。那么明天再见。尤里显然有些尴尬，匆忙的就走了。我试着待在房间里，但我的妄想一直折磨着我。所以我只好亲自过来看看，你看尤里玩得有多卡心，还有你看他有多亲密。我很高兴你们已经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。泪水开始从萨斯里的脸上流下来。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，张麻子？我本应该为你感到高兴，为什么感觉我的心像是撕裂成两半？我害怕比起你喜欢我，我更喜欢你。我是那么的喜欢你，以至于我想要去死，这就是我的感受。够了，萨斯里，我不想再让你受伤了。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，而这就是我会给你的。出大事啦！救命啊！你永远是我最亲爱的朋友，你最需要的就是让一切和往常一样。我知道了。沙士利在十分痛苦的表情中挤出一个微笑，啊哈哈，然后就转身跑了。今天就是学员节，虽然平时总是和沙士里一起上学，但今天更特别。可沙士里没接我的电话，我赶到了萨斯里的家，并且敲起了门。萨斯里，他睡得真是沉啊！我站在萨斯里的房间外敲了敲门，醒一醒啦，傻瓜！没有回应。我真的不想就这样走进他的房间，这算是侵犯隐私吧？但是他真的让我没有其他办法。我轻轻地打开了房门，萨斯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什么噩梦吗？去他妈的文学部！这句话怎么有点像张麻子会讲的话？他是已经被尤里覆盖过去了吗？哎，又重新开始。干你娘！看不懂。看见一个吵吵闹的女孩不断挥着手向我跑来，她叫做 QDZIXWOOARJH， 我的邻居。她应该完全不会讲出自己一样的名字。平常的上学日一如既往，没有啊，跟平常不一样啊。哎呦喂啊！我从来都没说过啊，入部失望的表情也没有用，好不好？林北不是应该待在这里的人，好不好？放学还要去打信场，没有空跟你们在那边写诗。干，不受控制啊！我不要加入文学部，在这边，写个挂号写部。哎，为什么你可以跑到前排？他妈的，为什么你可以挡住我的字？当我沉浸在书籍或者写作世界里的时候，我的全身都会超级。看，没有看清楚啊！全身都会超级怎样？重点呢？哎呦！快去！我小心地在尤里身边坐下。
讯息被马匪截了，速读速读。又抱歉，我只是在享受你的温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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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。下速。哎，塞班戴黑啊！我写的有这么差吗？连眼睛都爆开嘞！跳过。某些人自从张棒子一出现，胸部就神奇地大了一个罩杯。何不先离开一下，好吗？没事的，我们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很确定夏树明天就会全忘的。听起来就像是你想做什么事，但是又不想让我在身边，尤里。被强制离开了，尤里又留下你一个人出去了。不，这和上次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。从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尤里亚应该是在最近的饮水机那里。哈啊哈啊，尤里。没事没事，把你的手伸出来让我瞧瞧。我思维最近超级活跃了，所以我就用了你的笔把它写下来。昨天从你书包里掉出来的笔，所以为了保管就把它带回家了。你不会放在抽屉里吗？啊，水都被你写完了，是要还我干嘛？补别的水？我操！我只是很喜欢这支笔写起来的感觉。而你在摸着它，啊哈哈哈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我们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刚刚的对话吗？你对玄机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其实无所谓的吧，我觉得。哎呦喂呀，谁在乎那个玻璃心啊？我是说，我确实更喜欢现在这个安静平和的社团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回家吧，明天再讨论关于玄机的事情。那我们明天见。呼，最近的事情变得有点麻烦了，不是吗？我只想确保你享受在文学部里的时光，而且我真的很在乎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喜欢看到他们让你为难，有时候感觉就像这里只有我和你两个真人一样。其实有些事情我早想和你说了，这。哦天啊，我又迟到了。你今天又在练习钢琴吗？是啊，练习钢琴的时候，好不好？裙子就是要飞起来。事实上，我有个请求，我可以又要去吧。不要拿我的美工刀啊，尤里，走开，走开。哦，跟上次一样，差不多。他刚是眼睛不见了吗？眼皮瞎了。我怎么？抱歉，我只是有些奇怪的既视感，以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吧。我们可以留在这里，直到社团活动结束，那样我们就能在偌大的部室里独处。不是啊哈哈吗？我们都不会再孤独下去了，因为我们拥有彼此。莫妮卡要跑出来了。永远。夫复何求？怎么突然冒这一句啦？超不搭的，求啊小啊！我们每天可以一起回家，一起睡觉，听起来多棒啊！现在我终于迎来了我的 happy ending。为什么要用英文啊？对，你会满足我吗，张麻子？好了，它坏掉了。尤里把我释放到他脸上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我会把他带回家，放在我房间里。我会小心对待他的。啊？这没问题吗？这真的没问题吗？我会用纸割开自己，这样你的皮脂就会进入到我的血液中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太病了，太病了！你也可以看看我的屎啊，突然变正常了。快点，读他！哇哦！你喜欢他吗？我是写给你的，以防你看不出来，
我先告诉你，这首诗是关于啊，不是啦，不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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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给它赋予了我的气味。哎呀，我觉得我要吐了。嗯，应该的。哎，去吐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让你读我的诗。我其实一直想和有旅熊的朋友来着，看他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难受。至于莫妮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起来他想让我完全忽略尤里的事。我现在对他很生气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千万别让他知道我写了这些。为什么改变主意要把五官用掉？忘了你刚刚读到的一切。尤里那么让人讨厌，都是他自己的错。从现在开始，只想着莫妮卡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因为他昨天我们开小厨房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出现过了。只要莫妮卡，好，好。只要莫妮卡，好，剩下我们两个了，没必要去和莫妮卡一起度过整个周末了，就来我家吧，一整天就我们两个人，啊哈哈哈哈，哇哦，我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对吧？但是你知道吗？我根本不在乎了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爱你爱到发疯，求你了，张麻子，看看我有多爱你。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，这太夸张了，哦哦哦，哇哇哇。砰砰砰！我想要让你永远属于我，而我也只属于你。告诉我，这麻子，告诉我你会成为啊，成为我的爱人？你接受我的告白吗？不要，我不要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好啦，终于是玄机的时间啦，有实体啊，白痴啊！哦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饿吐了，我来啦！张麻子发生了什么吗？哦，啊哈哈，真是难堪，我会帮你清理干净的，好吗？稍微等我一下就好，应该只要几秒钟就好。嗯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哦，看来我需要向你解释一下这一切，关于尤里那件事。我承认我对他动了点小手脚，大概最后把他逼死了吧。我删除了他们的角色文件，但现在你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只有你是真实的，你是那么的完美，你就是我想要的一切。我想向你告白，嗯，你就是我的世界。张麻子，接下来的时光你愿意与我共度吗？你有事啊？我好高兴，你就是我的一切，张麻子。不过既然你在 Steam 上下载的这个游戏，所以会稍微难一点哦。我操，顺便工商啊，制作组。所以我每次都不想和你聊太多细节，我不想打破你们所谓的第四面墙。被打破啦！等等，你在录屏吗？嗨，大家好，哥，被发现了，被抓到啦。那么，想看魔术吗？但其实我也只会表演几个很普通的魔术。准备好了吗？被骗了，毕竟我无法干涉你的世界。哎呀！哼，我吓到你了吗？啊哈哈，你太可爱了。那我可以把他的文件删了吗？先把游戏关掉好了，先保存。干，没有必要保存了，我哪都不会去的。那我现在就要把它删掉了。好。搞定啦！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了？好痛！救救我！是你做的吗？不不不不不不！你为什么？我是那么相信你，为什么你要折磨我？你赢了，好吧，祝你生活愉快。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可以删游戏了。现在变成你是剧透狗了，是不是？但这些都无所谓，这里直接干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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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能选不哎，只能说好哎。变成拼图游戏了，交给我来处理。我不会让你伤害他的。哦，莫妮卡又要出现了，是谁？停下，好痛！啊！再见了，傻势力！再见了，张麻子！再见了，文学部！不能显示翻译，假装我看得懂，然后多看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莫妮卡写给我的。后面都是你的。